父母亲没有学好今天我们两位讲员所讲的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教导你们的孩子去怎么样时间管理。最要紧是怎么样呢？你先有一个方向，你有一个 purpose，你有这个 goal，OK，才能够头一步的开始。另外就是说，在你还没有帮助你的孩子去时间管理，先要建立你们的关系。我相信在疫情的里面，你们也大概是在家里面，好像一个战场一样的，OK？因为已经到一个 maximum 都到这里了啊，所以呢，先要建立一个关系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，OK？所以呢，头一步先建立关系，然后就根据两位老师所跟你讲的，今天晚上是非常精彩。然后呢，最要紧就是说有个 goal。然后是比较 effective 这个有效的，OK？怎么去有效呢？那怡文老师也跟大家讲说，要用一个时间表。那当你要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孩子说，如果我不要你看电视、看电脑的话，其实等一不会，是为了 satisfy 满足我的需先要。读一回。你从来都没有说，不是我说的算。是你打赢你。OK，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当你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，最要紧啊，就讲说，我不要你用那么多时间在电脑上面或怎么样，不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求，其实爸爸妈妈就是为着你的好处。OK，那孩子听了以后呢，他们才会觉得比较有理由。然后就开始坐下来跟他们来建立一个时间表。那个时间表呢，不是你来定，那个时间表还是你坐下来跟你的孩子。可是无论怎么样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人在做，神在看。我觉得就是说，还是来到神的面前。我记得我在辅导的里面，有很多的人已经来到尽头，没有办法再去的时候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没有办法嘛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晚上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神的话，真的是说，你有神的话，你就知道前面条路怎么走。帮助孩子把书读好不是最重要，帮助孩子能够有个成熟的品格是最重要。然后认识神。我们做父母就很有限，可是我们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让神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怎么样做优先次序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也是24个小时，雷老师要睡5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我是睡4个小时。可是我不是要大家学习我睡4个小时，我是从12岁就开始每天睡4个小时。OK。然后呢，我中午呢还有个 cat nap，就是5分钟，OK，一定要的。我要大家记得，雷老师跟我们讲说，无论你计划怎么样，你的身体很重要，你健康很重要。所以当你在计划那个时间表的话，神是 number one，然后你的健康，OK，我们优先次序要搞好。